我们上礼拜几出发，我们去美国德州 Austin， 就他们首府，德州的首府 Austin， 然后他们有一个一年一度的音乐季，已经二十几年了，叫做 South by Southwest。 然后我们去那边，我们台湾总共去了七个乐团，不好意思，七个乐团，然后我们就一起过去，然后想象它是一个100倍大的春天呐喊，然后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乐团，然后一起在那个 festival， 然后不管你走到什么 block， 什么不管 pub 里面，整个 Austin 整个城市通通是在 music festival。比如说我们走一走，路上街头就有很厉害的，就是表演，或者是你去一个酒吧，你只要买一瓶可能6块钱一杯啤酒，你就会看到跟 Echo 一样好看的表演呢。你本来要讲什么？我本来要讲很好看的表演呢。然后这个音乐季它一年一度，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去啊，发现真的是太棒了。我们以后应该每年有机会都会去这样子。以前我们都以为那个去，我们去德州之前啊，都觉得德州是不是都是沙漠啊？然后我们去可能会很无聊，结果发现不是。那个地方真的是我看过所有的音乐季里面最热闹、最连是心灵跟你的，不管是视听或者是你在，哇哦哇哦，麦给我来啊！谁帮我们卡一下？啊，反正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。那它很自由，但是也很有秩序，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了，不然我们在那边先卡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去的朋友没有关系。我们今年呢，因为在那边台湾乐团有很多，所以我们都准备了一个sampler 的 CD 要送给国外的朋友。那 CD 里面呢，就有这七个乐团他们音乐的介绍以及歌曲，我们今天就带一些回来送给大家。等一下拿出来秀一下。我们先来唱歌好吗？这首歌也是国外的朋友很喜欢的其中一首，叫做《恋曲》。